哎呦，我这面！我回来了，不是跟朋友们出去玩去了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累了，就回来了。啊，凯源呢？送花了。这个孩子真有心哈。给你吧，我困了，先睡。娇娇，哎，娇娇，面，面。孩子累了，困了。那也得把长寿面吃了吧。看样子是心情不好，你自己吃吧。啊。你明儿想着给买一束花给娇娇啊。他生日不都过完了吗？还买花？哎呦，人小孩好不容易过回生日吧，咱还给忘了，有点不太合适。好。老婆。嗯。咱们睡觉吧。咱俩这算是和好了。回都回来了，和好。腿长在你身上，那不是说跑就跑了吗？我敢走吗？家里住了这么个大警察。警察能抓住你的人，未必抓得住你的心呢。我的心就在这儿，来，你抓一抓。不抓是吧？不抓你可亏了，因为不管你抓不抓我。我都是会抓你的。嗨，娇娇你好，听说今天你过生日，下面由我给你唱一首生日歌，怎么样？嘿嘿嘿嘿嘿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这么早呢？哎，你好。啊。贾娇娇快递。这是给我们家娇娇的呀。对，贾娇娇。啊。啊，我让他自己来拿吧。哎，好嘞。你等一下啊。娇娇，娇娇，干嘛呀？这位就是贾娇娇小姐吧？嗯，我是啊。这是金麒麟先生给您订的花，他留言说，姐姐、姐夫会用一生的爱来关怀你，希望你永远幸福。谁？金麒麟。对。啊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是你姐夫。麻烦您签收一下。谢谢啊，谢谢。
什么事儿啊？琼花，我跟你说，你真得到医院看着点你老公了。你那宝贝妹妹又来找你老公来了。嗨，她找她姐夫肯定有事儿呗。我都管不着她，你这别操心了啊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是管不着。我跟你说，有一天出事儿了，你别来找我哭。哎呦，哎呀。喂，你好，是我。你个王八蛋，你还活着呢？是，这么长时间没跟你们联系，实在是抱歉啊。你跟我说什么抱歉呀？你去跟人贵妃说呀。你知道这几个月她死过来活过去多少次了吗？你还算是个人吗？是啊，都是我的错。但是我也有我的难处。你再难，你能比奴夫更难吗？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？一句两句说不清楚。要不，一会儿咱们在老地方见。好。老地方见。哎呀，麒麟啊！哎呦，你干嘛打我？哎，你下手怎么这么狠呢？狠吗？你不有话要说吗？说，说完，咱俩有劲。麒麟，连你都不想理我了？说吧，这几个月都干什么去了？我被骗了，我的公司垮了。我没有钱了，满大街都是逼我要账的人。为了不连累贵妃，我离家出走，收以前别人欠我的钱来还我现在欠别人的账。为了要钱，我到处装孙子。我求爷爷，我告奶奶，我跪过，我磕过头，你知道吗？你。我到一个公司要账，在门口等人。一个阿姨给了我20块钱，把我当成乞丐要饭。但是我收了，我还说声谢谢。知道为什么？因为那时我3天没吃饭，但是我忍着。我心里面有一个信念，那就是鬼辉和孩子，所以我必须要活下去。那你现在钱还清没有啊？账都还了，只是我现在变得一穷二白。你知道吗？我今天给你买的这啤酒，是我3顿饭钱的总和。喝。你3顿饭钱的总和才能买这么几罐啤酒，我没法喝。你不喝我喝，我好久都没喝了，舍不得。只是远远的。
偷偷地看了看他，像我这样去找他，多耽误人家。你这不是招人家恨你吗？你就不能把这一切跟人说清楚？我怎么找他？我现在这样，他一见我一着急一上火，动了胎气怎么办？谁负责？我现在就希望他能够把孩子平平安安地生下来，我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。照你现在这样，你能干点什么呀你？拿着，我现在只有这么多啊，等回家再给你取。我不要。拿着，上次借你的钱我还没还呢。我不是借给你，我这是救命。我活该。我知道。这是上帝在惩罚我，我以前怎么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？麒麟，我现在面前就是一道坎儿，我一定要迈过去。洗外边，里外全擦，20，便宜点啊。那师傅，您下回洗车就找我，今天就15，行不行？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行吧。好，好，好，行。那您把玻璃撩起来，看看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来，来。老婆，哎，我今天下班了，还有一个会，我就不回家吃饭了啊。啊，好。眼睛来了，对啊，一会儿有个事儿，一点事儿待会儿啊，两个待会儿，分分钟给您搞定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先吃吧。Yeah.
趁你的一切模糊了双眼，再给我一点，就多一点时间。越来越迷恋，你不在身边，滴答的时间好像在倒数，心不会出现。再靠近一点，就给一点感觉。我想，我决定为你沦陷。姐，我捡一信封。哪捡的呀？沙发上。行，你忙去吧。答案是严死。就看张宇全想吧，你少再给我找点麻烦就行了。以后怎么打算？说心里话，真不是，这打算洗一辈子车了。洗不洗一辈子车不知道，但是现在干点活赚钱，我能够帮帮这娘俩，心里边舒服。你知道现在顾月嫂一个月要多少钱吗？我知道。8000，还不算好的。奶粉多少钱一罐知道吗？咱说好的，进口的。得400，一个月最起码得吃掉3-5罐呢。这要是贵妃不下奶，都不够。尿不湿，一个月得3-5包吧。200-300一包，这都是看得见的，看不见的乱七八糟的花销还有的是的。你真当现在在农村养孩子呢？怎么办呢？拿着吧，算作是你东山再起的启动资金。我不要。孩子是我的，我要靠自己。靠自己？不拼爹啊？那你爸爸我可就真的没办法。去。行了，我给你出个正经主意吧，去找人贵妃，承认个错，好好的，好好的认个错。人家贵妃肚子慢慢的大起来了，一个人真不行。别说了，我现在真的不想见。其实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我现在就盼着贵妃能顺顺利利的把孩子给生下来，母子平安，我能远远的看着她。老老实实的为他们干点事儿，就心满意足了。
看吧，全在这儿了。哇，都是零钱呀！是啊，每个信封里都是200到300，全都是10块到20块。哎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会。这事儿考虑怎么样了？什么事儿？两条路啊，要么我借给你钱，你东山再起；要么你赶紧跟人贵妃去承认错误，从今往后好好伺候人家。这两件事儿，我狗长耀都没脸做，以后别提了。骗子。爹，嗨，怎么样？最近跟您还好吗？啊，我们都挺好的。别挂念啊。你娘想让我问问你啊。你跟琼花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有什么事儿吗，爹？啊，没事儿，哥们就是想你们了。想我们了就来看我们吧。什么时候想来了，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去接你们。啊，好，挂了啊。哎，咋样呢？香火一个人在外边溜达了，火候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可以回了。回，这回。我唱白脸，你唱红脸。哎，那我去买票。买，今天就买，马上出发。还不睡觉？看什么呢？这么认真。行了，赶紧洗漱了，快。下班之后去哪儿了？加班啊。在洗车行加班吗？你都知道了。坐吧。他是真的已经洗心革面了，他现在就想老老实实的挣点辛苦钱。他是真的想跟人家贵妃好好的过日子，可是吧，现在觉得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够不上人家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狗长耀真的是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了？痛改前非，所以我才去帮他。
我想啊，贵妃跟他毕竟在一起那么些年，不容易，应该给他一个洗心革面的机会，对吧？那现在贵妃大着个肚子，如果他能够在边上照顾，对不对？这总比两个人分开要好嘛。那你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啊。那我哪敢呢？我怕我跟你只要一提狗长药这三个字儿，你不得抽我呀。别在这装无辜了。行了，甭怪了。那你是已经有办法了？没有，但是我不怕。这个事儿我老婆已经知道了，只要我老婆知道了，办法很快就会有的。说吧，给你送钱的人我已经查出来了，是狗长药。他离开你，是因为有一个大的项目的合作方把他给骗了。那别的合作方也过来讨债，他一时半会儿拿不出那么多钱，这公司根本没办法经营下去了。他又怕呢这个合作方去找你的麻烦，所以呢就一声不吭地跑了。这几个月呢，他是讨债还债。磕过头，下过跪，也挨过打，吃过饭店里的剩饭，也睡过那工地里的水泥管子，吃了不少的苦。其实他就是想赶紧的挣钱，把债给还上，千万别牵累了你跟孩子。现在呢，这钱基本上是还清了，可是这人真的没法看了。我听麒麟跟我说啊，哎呦，这个狗长药整个变了一个人，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狗长药了。他这不是怕打扰你吗？就偷偷的往店里给你送钱。其实他就是想进一个丈夫还有父亲应尽的职责。你把钱还他。我不需要。没事吧，哥们儿？切！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您做您的。没事。行行行。
这钱咱还还他吗？哎呦，你轻点儿，疼着呢。别撒娇啊，我一妇科大夫，现在给你干着外科大夫的活，凑合吧啊。哼，你说现在哈，要是在家，桂辉一定是温温柔柔的给我上药。你呀，这就是典型的过河拆桥啊，卸磨杀驴，吃饱了大厨子。不是，我只是突然想起桂辉来了。哎，你说现在是不是我要当爹的原因？没事儿，现在我就想我们全家三口在马尔代夫的沙滩上玩儿。哎，你说我现在这种情况，什么时候能完成梦想？别说在马尔代夫玩，现在就是和我儿子相认都难了。慢点，慢点啊！没事儿。哎，你今儿是真不忙啊，非得来陪我做检查？你现在是什么时候啊？最需要人关爱的时候，我能不来吗？啊，仗义，你可别夸我啊！要是天天陪你，我真没工夫。哎，走这边啊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哎呦，哎呦，把眼睛闭上。为什么？把眼睛闭上，听胎儿的心跳，会让你觉得跟孩子的距离更近。好好，我闭上。真的愿意一直跟着我，大哥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现在是你跟着我。
不要压得太实。对。哎呦，来来来，有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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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坐请坐，请坐。请坐